我是第一，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啊。嗯，这不行，确实了，这个有点难的，开了开了，这个有点晕，容易晕。开，是的，我直接一手开了。嗯，这个容易晕。因为它太快了速度，但是我玩这个贼牛，不玩我就远离绿色，我只能说远离绿色。高原系统阿尔法突袭，阿尔法突袭，我手有点抽筋，你手有点筋，我出来就死了，撤没有用，我怎么谁都杀不到，我都抽筋，我也不知道我被哪杀的人了。拿下，可以，这王汉哲都能倒数第一，太牛了，拿下。你他妈的就比我高一分，那也是高，完了，打飞机，我天哪，你就说压不压你一头就完了，点彩，点彩，点彩，不会加油啊，不会了吧，大伙加油啊，不会，都200了，加油啊，马上到200了。因为我们的分太高，你哪怕有100多分，你就砍了。操控已更改，这个图我贼烂。真假？我最不会开的就是飞机，我会晕的。来吧，沙皮！哎呀，我怎么你比较牛啊？哈哈！我怎么没有小圈圈啊？我也没有小圈啊。我也怎么办？对，打没有圈儿，怎么回事？卡 bug 了吗？不如我。哎呀，有人在偷偷在旁边打我。谁？是你呀，我看看有谁？是你呀，一个人打我，不是我吧？不是吧？我天上这位是啥情况？人家这飞机没圈儿啊，以前都有圈儿的。哇，它自动跟踪导弹也无所谓。我打我一个都打不着。没有那个圈圈，我也觉得我一个都找不着哎。就打吧，瞎打吧。打一下红。就瞎打吧。瞎打吧。撤移进攻。打得过了。我甩不掉还。拉奇为什么狙击我？撤移进攻，撤移进攻。王汉哲。撤移进攻，进攻，进攻。好难哦，还行，他没有那个，这个第二名已经挺好的，第四还行，拿下好吧。啊，完蛋了，哇，这个我很不擅长，哇，这个是那个俄罗斯方块，这个 是吧，啊，很难，叠一排就会下最高，不，你不能堆满哦，不，你要一条堆上去了。什么叫这个阿萨奇很厉害，这不就这就得堆吗？就是我头搭最高一条一条长龙，这个需要注意力啊，这个要拼到很高很高吗？对，就叠方块。哦，我懂了，我懂了。你们看我这个，我是横着上的，各位。哎，可惜。哎，嘿，哎呦，哎呦！哇，但是我运气好，阿萨奇还是完成了。但是我运气比较好。哎，哎呦，最后一个堆不上去了，最后一个，好难受。哎呀，哎，哎，啊，来了来了，嗨，嘿，来完，OK，拿下，嗨，完了，还堆满了。哎，还好还好，我都要铺满，我还有一个呢，完了，那这他妈这辈子堆不上去了，完了，嘿，嘿，比了个中指，猴哥，你赌了个中指，我不玩了，我就一直摁了，他出来他自己摁吧，不是中指了，哎，不行，最后这两个好难。我觉得是位置不好，他最右边我判断不准，肯定是这样子。
你的一手中指，我有没有机会能追得上啊？难，有机会，有机会，还有十二个游戏呢，还有十二个呢，还有十二个游戏呢。这个就是那个你不能碰到别人的线，也不能碰到自己的线。哦，贪吃蛇。是的，碰到线会怎么样呢？会死掉。完了，我上来就嘎了。Oh my god！ 为什么不让我动了？我碰到自己的线。哎呦，嗯，哈哈，准备火车出来，我什么都没干，我就我拿下了。哈哈，我差不多明白了。哎呀，哎，完了，我给我自己困里边了，我好难受。哦吼！啥？那还可以，还可以接受。我去！哎呀！一个小身位，一个快速旋转，一个甩头。哎呀！大哥！哎，我吃我自己呀、啊！帅哥，拿戏子了！自己吃自己的屁股也会嘎掉。不没有关系。猴哥，我看了三把，猴哥都是把自己撞死了。猴哥，猴哥，你是对自己的尾巴有什么意见吗？我这是 COD 的图啊，嗯、这是。这个打飞机和贪吃蛇不是我的强项，不知道没办法，尽力了。哎、朋友们，这个我对不起了，这一把我拿下了。这是干什么的？这是打枪吗？那我们一起打 C 哥好了，打枪的吧，应该。红红不在，我们先打 C 哥吧。拿下了 C 哥、啊、C 哥呢？一枪一个。哇，什么？我拿下了。哇，我举报了 Asaki， 我打不过呀，我只能打打你啊，拉奇。我操，太恐怖了，我就躲起来。谁搁上面打我 ？C 哥。哎呀，背身很难看到人，你知道吧？哎呀妈，这谁呀、啊？哎呀，完全不是对手吧？这种，嘿，完全不是对手。哎呀，后边怎么有个人呢？哎呀，身后有个人。哎呀，我要。哎呀！嘿、哎，嘿、哎，嘿、哎，嘿、哎。哎呀！我先打前面那个，被后面那个打了、啊。是的。哎呀！我也打不过，算了，杀杀拉奇吧。拉奇，我们俩有上刷分吧、嗯？人呢？在哪呢？人？哎呦！诚信互刷，哎呀妈！我们俩诚信互刷，哎哎哎！嗯，有人打你，我去打他。但是会卡我视野。哎呀！谁？谁？耶！我在这个人。哎呀妈呀！哎。我操！这怎么？这老从后面出来人啊！哎是的，哎，这个鼠标灵敏度非常的高。拉起！我操！哎呀！被人犯人的战场！怎么大八百里外被 C 哥一枪杀掉？哈哈！哦，嘿！他突然一下刷在身边就没办法，就很吓人。哈哈！你懂我意思吧？哎，打不过，我操！王汉哲，王汉哲，哎呦，又被偷屁屁！哎呀，哎，打不过，嘿，我小糊涂，打不过，打不过，我去 C 哥太猛了吧？我们要不要集合起来先？可以，先上 C 哥。哎，先杀那个绿的吧。他走位好好灵敏。哎呀，哎呀，嗯，哎呀。哎呀好吓人！我操，这就往后边刷、啊、呀！我发现啊，就往人屁股后边刷。哎呀，刷后边、哦、有人偷我屁股、啊！你看，歌坛小丑。哦，皇城 PK！ 哇，这个都31分了，31分了吗 ？Shocky！ 哈哈哈 ，Shocky！别打我了，我走了，这个。难受。投降。哎呀，我二分还行吧。啊，我操了！你们有人比我还少啊！哎呀，鼠标灵敏度能不能
朋友们，我们四个加起来都没有 C 哥分多呀。是我兄弟们，绿色的是我。汪涵哲，你按 ESC， 鼠标灵敏度太高了。ESC 操控，你按 ESC 操控，你就有那个。OK OK， 就是你就有那个操控。然后哪一个？现在 TVP， 从现在开始，我将一次不输。我看到了，我看到了。调好了吗？Yes, yes, yes. No. Okay, let's go. Let's go. 哇，你对新朋友好温柔，下次也能这么跟我讲话吗？哎，谁对你说话温柔？这个怎么走啊？你找一个对你说话温柔的朋友。地往完如往前如就行了。如，你好那个。如如如如如如，我不值得被温柔的对待吗？我超如值得。如如如如如，哎。哎，我怎么倒数第一呀、啊？如，你们能走慢一点吗？我已经看不见我的人了。如，哎哎，我如，哎如，哎哎如，哎哎如，哎如如如如如，好如，完了给我打回去。按住利剑不松手。好如，好如，我怎么动不了了？如如，不会洗了吧？如。如我这超车、哦、如如我操我怎么动不了了超车超车如、啊、我为什么动不了哦我到了我说我怎么动不了我到了原来完了我到了我也到了嗯菠萝再多也就一般般吧完全这样菠萝现在我是不好意思上嘴脸的你最好每把都上嘴脸吧、啊、这什么游戏啊没玩过你玩过就是那个过关转就是横版过关的那个啊这个我真没玩过跳吗应该是你们玩的时候玩的哦真是真没玩过怎么玩啊我们是在一起吗还是每个人自己呀、啊、应该是那种横版过关156那第二啊还行倒数第二浪费时间了要不然死不了、啊、有人我第一次看到汉臣拿第三干嘛呀什么意思198我298多你100分我分你50吧可以很期待不知道说啥的吧让我当鲨鱼让我当鲨鱼我鲨鱼你找不到谁要当鲨鱼怎么办谁要当鲨鱼他谁是鲨鱼啊我是鲨鱼你是鲨鱼好好 我脑袋不好现在隐藏并记住你的位置好什么意思了哦是这个样子玩的呀我先起一个吧去吃通讯机呀、啊，兄弟们！他肯定在看通讯机，才不吃呢。一去拿就死。那怎么着？真是。那拿一下，拿一下。我看到猴哥了，我看到猴哥了，我看到猴哥了。谁拿一下？谁拿一下？快快快快快！谁拿一下？赶紧赶紧赶紧 ！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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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啊？哦，又吓走了你们拿了，我没注意。Okay. 算了，你们拿一个吧。拿一个吧。我不能。我拿了一个了，是不是就不用再拿了？有人被吃了吗？
下一个谁拿？下一个谁拿？快拿！快拿！快拿！好好，我拿一个，我拿一个，我拿一个。来来，我拿一个。对，要齐心协力，要齐心协力。我拿一个，我拿一个。通讯机，通讯机，通讯机。我拿一个，我拿一个。我懂，我懂了，我懂了，我懂了。信我，现在去拿下边的，他绝对不知道。信我，现在去拿下边的。完了，我被抓到了。那怎么办？下边拿呀，下边拿呀，下边拿呀！你们一个拿下，我拿上，我拿上，我拿上！你们快拿，你们快拿！快拿快拿，下面拿了吗？好好好好好，下面拿了。蓝琴已经死对了，我拿了两三个，我累了。快拿快拿快拿，好好好好好。你们这群心里没有团队的东西，心里没有团队的东西。我靠，这是他现在在这里，我现在开始狂吃，你知道吧？吃啊！我就在这狂吃。所以我们要过来才能上去吧？狂吃，好，我已经过了，哎，直接过去就可以了。好呀，确实直接过去就可以了。太团队了，我和拉奇就是太团队了。说实话，这个就是谁第一个拿，哇，当大鲨鱼好难。嗯，对，是的。就如果你一起拿的话，就会分不了心。这不拿的，我可拿了一个啊！我可拿了一个，因为你没有拿，因为你知道，你一开始就不动，所有人你就你不动。OK， 我动。OK， 这个我跟 C 哥走， okay. 慢慢走。跟我走，我强图，我强图。哦，我超，对，冲冲冲冲。我超，我好害怕，我恐高症都。往右走，往左走啊！这么矮都恐高症。往左，往左，往左，好。我记得是往右啊。C 哥，我上了你的当。一个人掉下去了吧？我到了，可能真是。我也到了。我操，他们都到了。哎，我也到了。王汉哲，我至少比王汉哲强吧？我应该相信你的杀鸡。怎么走？这边慢慢走，就瞎走乱走。耶耶！哎，我才发现，他这个好像可以。他这个可以横切面，斜着过最后一个啊，横切面能跳吗？斜着过这个啊，哇，水涨船高，糖豆人不哎，水涨船高，219，他119，从现在开始六个游戏之内，我要反抽 C 哥，真的吗？受不了了，真的，好的，好的，哦，还真是糖豆人。一模一样，音乐都要变成糖豆人，你看到三二一要变成糖豆人音乐了，走，还我操，真的，真的，啊，怎么有人飞出去了？我去，我怎么有人飞出去了？怎么有人飞出去了？我怎么飞出去了？我也飞出去了，飞出去是直接会死吗？这个锤锤的体积有一点，别急，哎，这个锤的体积有点，说实话，我飞出去死了，各位，飞出去死了，不能玩了。不急啊，不急不急，别急。哎，不是飞出去死了以后，哦，不能玩了。啊，那你一条命只有一。完了，都死了。啊，没事，我第二可以接受。哇，猪猪619分，我们都是个位数是吧？619好吓人啊！四分。没事，我马上可以超越谁一个。我一到处都分越来越近了。四分，炸弹，我加油！很有心得，炸弹。中国部位，我快看不到你了。打死你！你是懂上黑脸的。冲！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猪猪，我没看到是你，我想，啊，好，我想给猴哥呢。好，我们就在这里友好相处吧。哎，不能打晕他，那打晕。那肯定的呀，那你能打晕我，那我不给不了你们了吗？那这。算了吧，这台小丑。算了，刚才不是说开战吗？我给你一下。要炸了！他里面给到了，嗯，谁到了？他里面好像给到了吧？我不知道，我靠，都躲在拐角。不是，在谁哥那？谁哥不知道在自己这？我知道在我这，我等猴哥过来呢。
怎么有个人在这里啊？王汉然怎么害怕？怎么有个人在这里啊？猴哥卡时间给他太坏了！啊！哎，我们的智商美美豆，我们的智商美美豆，垃圾掉下去了，垃圾掉下去了，错了，垃圾又掉下去了，垃圾又掉下去了。在上面，在上面。那个管，他在那个看。我不要。我跟你说，垃圾，你看猴哥在这儿。不一定。干什么？是一个给你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哎呀，这个架不会架到旁边的人吗？这个我帮你。好，这一个对不准，不是猴哥，他害你，你别找我。好，这个，哎呀，猴哥，别，你别急呀、啊，这个，你别急呀、啊，你别急呀、啊。哎，我追，你追，差不多了吧？我逃是吧？还没，猴哥。哎，错了，猪，错了。哦。啊！哦。好。哇。没事，我们来个第二，可以。纯纯的霸凌，霸凌，来回爱西跟爱火来回合，这是什么 ？Happy Man， 那个壳的罐会向前滚，然后我们要快跑。这个游戏我好像之前在那种游戏上面有的，什么可乐人，但是离虎哥远一点，他要打人。对，猴哥会害人。哎，我不打，我肯定不打。啊 ，S 跑，各位 ，S 跑，别打，别打啊 ，boy， 别打，别打。对，我们远离彼此。千万别打，千万别打，千万别打。哎，你打！千万别打。你刚想打我，千万别打，千万别打，千万别打啊！别打！千万别打，谁打谁掉啊？谁打谁掉？哎呦，坏了！哎呦，这边不赢啊，这边过不去啊！这边过不去了、啊！住，我们和谐。啊，这里过不去！哎呦！完了，被压死了！为什么前面还有两个人啊？怎么能跑道了？我也跑道，带我一个！原来就咱俩倒数第一、第二啊！还真是。为什么你的分比我打比我多呀？啊，是这个好难啊！告诉我，这个打了你一下，跨栏吗？这关跑酷好难啊！你可能没发现，你晕了。所有的跑酷图都是我的强图 ，Look me， 把聚焦于我，然后我聚焦于外星，绿色外星人，请聚焦于我。我打了，我很诚实。这个怎么玩？跳吗？跨栏吗？四川飞人，跨栏，要 N W 吗？那、okay. 肯定得要。啊，这跑的也太慢了吧！跨栏玩哈，还得有个助跑啊！哦，跑！为什么我跑的比你慢、啊？王总跑得有点快啊！撤！哎呀，没跳出去，跑快了！撤！这好像回头没有用哎，朋友们！就一直往前走得了，还回什么头？撤！回头也没用啊，就往前走得了。没有用！哎呀！冲！
谁没来、啊、这是一个生态游戏。为什么、哎、为什么为什么我这个我听说减速的吗？前面我听说我汉哥连车尾灯都看不见，真假的，打飞机了，过不去了，没玩过呀，确实要减速没人提醒我。我们也没减速，我们就撞过去的，我们也是撞过去的，我们也是一路撞过去的、我打不溜箭是抠死的，找到自己的位置。我哎哎，为什么有人送人头啊？哎，什么键开？哎呀，空格空格。你好那个 NPC， 你守着上面，哎呀，你试试，你一人玩吧，没人跟你玩了。OK OK OK， 心眼太多，我操！呸！哎哎呀，不行了。这猪猪再不打两下不行了，朋友们，这得治一治了。制服他，制服他！哎呦，哎呀！哎，我人呢？我在这。哎呀妈呀！飞机呢？他怎么复活在上面？哎呀！卡住了！哎呀！纯纯的都来完了，三分。不加我。是个第一，可惜、yes. 这次他们完了，超不过了。这张打不到，超不过了。现在我只能尝试超越一下多少？能不能拿第一 ？C 哥能不能拿第一？ OK， 最后一把了，这是。这是最后一把了。最后一把，波少拿个到第一，我拿个第一 ，OK。最后一把了，想得美。过来能不能给点力？能不能来一把不是到第一的？一把了。这怎么玩？这怎么玩？教一下。我刚刚都第二了。好，牛牛牛，这把也拿个第二。往前啊！哎，回。哦，跳这么给你。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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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怖在我旁边。回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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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我救回来了，完全是凭手速，我跟你们说。谁跳得多谁有赢啊？摁跳，谁谁谁谁谁？哎呀，都卷死了！啊，我第二。It's my show time。怎么有？哎，歌坛小丑真的倒数第一。哎呀，牛的！哎呀，差两分，差三分，哎呀，没追上波神。没追上，那是哎，拿走，差三分，怎么办？怎么办？发吧，怎么办？都这样，很正常，发吧，怎么办？怎么办还是发吧，能怎么办？发吧，谢谢中国 boy 送出的一个大红包，谢谢中国 boy， 一来就送大礼，搞得哥几个都不好意思。十八六，十八六，给波少六块，好，十八，怎么发？10块、8块、6块，你给猪猪10块、8块、6块，你发个10块的单人红包就行了。我给 Sharky， Sharky， 深渊 ，Sharky， 爆米 ，Sharky， Sharky， 我去上厕所了 ，Sharky， OK， 我也上厕所，我也去上厕所 ，Sharky， 欺负新同学还真是，还真是，哎，我的呢？垃圾！我也去上个厕所。大家都去，那我也去吧。弹幕朋友们，一起去个厕所吧！结伴而行，结伴而行，手拉手一起去厕所吧。
我也去了厕所。我操！我说什么空调，我越吹越热，你妈开的炙热，无语了。上厕所。我已经给了我的金币，什么我去厕所偷偷哭了这种话都说出来了。我刚刚在厕所里面看到王汉哲在最后一个坑抹眼泪，他妈的，我把这死丽丽抹你身上。跟他抱我抓起来给他扔过去了。我跟你抱了。燃起来了。什么声音啊？谁在叫啊？谁在叫？谁在叫？菠萝赛冬。谁那边在惨叫？什么哭了？谁哭了？我拯救了拉奇，以前都是拉奇垫底吧。哦，真的，你而且他的分高你好多。他妈的！回来了，回来了。哎呀，怪我，本来不应该，本来是应该我在笼子里的。这样吧，我赔你。给你一巴掌！什么声音啊？谁？有什么好笑的东西？大鹅蹦出来了！好恐怖啊！他妈的，这是女巫开会？是波少那边吗？嗯，什么东西啦？等他回来，看看有什么有趣的东西。什么？还有左右声道。他们在干嘛、啊、应该是有什么比较开心的事情。女巫的事你少管。我们怎么发、啊、有什么开心的事吗？波少给我发八块。你给 C 哥八块。猴哥，我买了一个按摩器，一按就很痛，然后脸部表情就扭曲。哎，我说不好，太好笑了。没看成、哦、咋了？哎，等回头我把那个按摩器带给你们按一按。他按那个斜方肌，一按就面部扭曲，一按就笑，不知道为啥。你为什么去给自己按摩去了？我刚上厕所，我看那个东西放在厕所门口，我说带上去按一下。我说面面，你也来按一下，按完就这样了。为什么怎么打都打不过猪猪？嘿，这是按斜发肌的，在同一个位置躺了四五个猴哥，专门掐斜方肌的贼疼。怎么说，朋友们干点什么？我的朋友们，可以干点什么？啊，可不扫兴，我都行，我也都行啊。继续来点别的什么游戏？笑得我嗓子疼，要不糖豆人。把布布他们喊来。Okay.